Damn it.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今天是我的生日，一直以来对乐器很感兴趣，对音乐也很感兴趣。虽然这方面我不能说自己天赋很好，但是我一直有一个后悔的事情，就是小时候没有学习一种乐器。我这么多年过来一直是专攻体育方面的一些运动，所以我下定决心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在网络上面订了一个东西，然后 Guitar Center。 May I speak to Michael? Michael? Please, thank you. I'm here to pick up an order. Pick up an order? Why can I deal with that? Sure, like, thanks. Let's do it over here. Under Darren? Darren Jang? Are you recording? Yeah, can I record? I can't record in here, man. OK， 刚才我在店里面，店员经理过来说里面不能拍摄，所以我就没办法拍。过生日送给自己一个东西 ，Yamaha 的一个 acoustic guitar， 看一看。噔噔噔噔，但是要开始学了。我买了一个吉他，我一直想学，现在也有时间，我想好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乐趣吧。所以在学习的路上呢，我会随时记录自己的一个进步，希望尽快的一天能够学会我想弹的歌曲，然后边弹边唱，给我父母到时候也唱歌，给你们也唱歌，好不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 自学 So follow me as I'm learning how to play guitar and achieve a dream I've always wanted to be able to do. Okay? See ya! 第一天练习这个吉他，学习这个 chords， 然后我手已经痛了，看很多网上说手会起茧 calluses， 然后会痛。每天这样训练的话一定会很痛，不过今天学了一个叫 D chord， sounds like this。EADGB， 我觉得学吉他很重要的是还要有好的记忆力，然后你的脑子和这个 hand 这个 coordination 很重要。这个手在这边、这边和这边，然后每一个 string 出来的音都要非常的清楚，不能有那种 buzz 的声音，这个就有点 buzz。所以这个 fret 没有按好，再来一次哈。所以不看这个，然后要 play D chord， 可以自然而然的很快找到它要按的地方。再来一次 D chord。现在还需要反应一下，还不是太熟悉，要按 D chord， OK， here we go， D chord， 再来一次 D chord， 还是有点 buzz 的声音，还要不断的练。慢慢练吧， It's only day one。你看我这个手已经开始痛了，上面按得好痛哦，我相信以后还会出血什么脱皮。
我刚刚在学的是这个 E minor lesson completed。昨天我第一次接触这个 chord 的时候，没剪指甲，然后，然后这个我的这个 fingertip 没办法接触到这个 string properly， 然后一直按不下去。然后这个是 muted， 就是我 finger 粘到下面的了。然后今天我再次练习的时候已经好多了，其实就是要 adjust finger position。如果正确的话，就是，把它 adjust 了以后，每一个 string 弹出都是非常 clear 的一个 sound like this。Wait, do it over. Like that. 所以今天有 progress. Yes, I'm pretty happy. Just gotta keep practicing.就是弹一阵子了以后，因为现在练的是 single string， 然后弹了一阵了以后，就觉得这个手因为它有点痛，有点麻木，然后我就感觉不到换的位置不对，然后这边手指还不是非常 coordinated， 所以在弹的时候我是想弹 fifth string， it's right here， 但总会跳到比如说 sixth string 或者fourth string 上面去，所以这就是我要练习的地方，要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就是一放上来我就知道大概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It's supposed to be easy, come on. Last time we started off strong and messed up in the middle. Here we go, let's try this again.Better. Let's try this one more time. What the hell was that? See, this is what I'm talking about. Always putting my finger on the wrong spot. No pun intended. 这才是我第三天练习，所以手指还有点僵硬，不太记得这个位置，要反应一下。汗都出来了。有那个 buzzing 的 sound， why？ 这个好的就是像 game 一样，你跟着他 note 打，如果一次连续错太多 notes， 他就重新开始了。所以你们听着这个歌一直重新放，就说明我错了多少次。我弹完了，虽然这个声音出来不是非常的清脆啊，因为还是有 buzzing sound， 说明我放的位置还没有非常的精确，但是弹完了。Hey， any progress I make？It's progress, right? All right. 现在我手指尖也在痛，红了，不知道你们看不出来。我这边手腕也在痛，我腰酸背痛，我全身都在痛。脖子也在痛。OK， 我要休息一下。在练习的时候还是要 take care of your own body， 这样才能长期练习下去，不然可能练一两天就废了。Time to rest.练的一个小的 exercise， finger picking， finger picking， wait， all right， 今天练了一天了，左手学了两个 chords， 但左手我痛得不得了，所以我现在不用 chords exercise， 主要是锻炼这个手指的灵活度。Wait.
行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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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Be patient, be patient, be patient. 今天练了一天啊，我眼花了，改天再练吧。You do want to listen to your body. If you feel any soreness, like especially in your arm or wrist, sometimes it'll be in your shoulder because they're kind of up here. 现在方便就是网上有很多的 APP， 很多的 APP 可以带你一起去学习，一步一步的，然后他们会 gamify。把它做成一个游戏一样，你去跟着学，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两天手指会开始比较痛，因为它是金属的，一直在要用力去按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手指太大了，因为经常就弹吉他，在这个 fret 和这个 string 之间，你要必须按到 the right string， 然后有些时候我的手指可能肉太多，会带到旁边的 string， 然后弹出来就是会有 buzz 的一个 sound。这个我还要多加练习，然后我也看了很多 videos， 我把手指剪了，就是不是手指剪了，手指剪了，把手指甲剪了。Anyhow， 就是 I'm trying to do everything right， 我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这个吉他。其实我想学吉他是因为一直想学乐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第一首想学的歌，自己能边弹边唱，听一听。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看上光的你。大家这首歌应该很熟悉了，对不对？一定想学会这首歌，然后希望能够在在今年11月27号的时候，如果我能够成功弹出来，还有差不多半年时间能把这支歌学好，能弹出来，给他听。所以这是我想做的，可能这路上不会太顺利，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加油！